各位早晨，好高兴再一次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实体的崇拜，在网上的弟兄姊妹朋友，我们也是欢迎你来到我们屋伦华人治理浸信会2023年2月5号我们的广东话堂崇拜。我们崇拜开始的时候，请各位一同起立，让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敬拜我们的神。如果你是有留意到今天我们打上来的幻灯片，第一张的图是有山在这里，有山的时候就有山谷，有山谷的时候呢，原来人就可以很容易做到一个水塘出来，有水我们才有生活有生命。这个神是给一个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人是可以存活。我们在上一个月一月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日，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说哇，落雨落得真是好了，怎知原来连续落了三个多礼拜，使到我们的天旱大致上是搞定了。我们是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荣耀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坐在宝座上，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你在列国之中掌权，配得万民的敬拜。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预备自己每一个人的心，今天是以圣洁的心来敬拜你，藉着敬拜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学习。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求主亦都亲近我们，悦纳我们的崇拜，让我们有渴慕的心听你自己的话语，信服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认识你自己的法则，圣经里面的话语，让我们生活行为上面都能够见证你。我们将一切荣耀交给神，祷告奉赖主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请各位仍然是站立，我们唱几首的诗。第一首是你是王，我们唱三次。下一首的诗是除你以外，
大地颂赞欢唱，赞美你名字，耶稣尊贵高超过一切，万族万国高唱，赞美你名字，从永远永远你超过诸天，除你以外找不到尊贵像你，除你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除你以外并没有没有别你可以配受权柄赞美以及崇敬，圣洁国度荣耀全颂你，万族颂赞歌唱，赞美你名字，耶稣基督今坐在高天，万籁颂赞歌唱，赞美神名字，从永远到永远，未超过一切。下首嘅诗系这样的爱，这样的爱，这样高深的爱，源自亘古。神人世内彰显神的爱，接近人群，抹去病困悲哀，这样的爱，甘愿牺牲的爱，这爱倾出宝血，赎我回来，舍身取。但很精彩，未经主的爱，空虚而不再，昼夜同行，从来没有分开，这样的爱，倾尽一生的爱，纵有困苦厄困，也不更改。情和这爱，倾出一生，报答这份爱。
心中最近，凄清中伴我同行，孤单中伴我前行，这份情仍是最真。我的主恩都比天更多，这份爱今我竟可遇到，漆黑中没有迷途，幽谷中是我路途，这份情难以尽诉。最后一首的诗是献给我天上的主。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声，来呈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美颂扬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来呈献给我天上恩主，愿见证传扬主恩典多么美，感激你常顾念扶持，齐真心情中有千百万心声，来呈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美颂扬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来呈献给我天上恩主，愿见证传扬主恩典多么美，感激你常顾念扶持，齐真心情献赞美给你，尽我心意颂唱每片的诗句，齐举手呈献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为你我献作活祭，让我永化作活祭。将这个时候交给黎牧师。感谢神的恩典，将我们每一次给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有心里面那种的喜乐。我希望你好像我一样，我今天坐了在这个一起敬拜的时候，我很等待，好期待我哋敬拜，一齐敬拜嘅开始。我心里边充满神俾我哋嘅平安。
心裏面充滿，能夠可以同弟兄姊妹一起嚟到喺呢度思想神，係去敬拜神。呢、这個就係我哋一起聚集嘅原因。我哋都藉住每一次嘅敬拜，我哋向神嚟到祈求，我哋一起同心向神嚟到禱告，我哋一起祈禱。神啊，我哋真係願意首先係感謝你嘅恩典，就好似主席喺度提醒我哋，原來神你真係照顧我哋嘅需要。喺呢一個嘅加州呢個地方遇到旱災嘅時候，神啊，你真係俾我哋呢一陣子嘅時間，就繼續睇到你嘅恩典，你嘅雨水嚟到降落喺呢一個嘅地圖。神啊，你亦都係藉住呢件事叫我哋回想，其實你喺生命裏邊，喺我哋每一日嘅生命裏邊都有足夠嘅恩典。當我哋真係最需要嘅時候，認為係冇希望嘅時候，神啊，你仍然掌管作王，我哋感謝你。神啊，我哋睇到耶穌基督嚟到我哋當中，我哋回想到佢喺十字架裏面所作嘅犧牲。神啊，求你教導我哋點樣用我哋嘅生命嚟到回應，嚟到愛你。神啊，我哋都係屬於你所呼召嘅兒女，喺當中亦都或者有啲未認識你嘅朋友。神啊，我哋祈求就喺今日，每一位未認識你嘅朋友，佢更加能夠睇得到你嘅怜悯同埋慈爱，你嘅真实，你嘅大能，你为我哋每一个人所预备嘅救恩，我哋更加为着自己嚟到祈求，因为我哋已经经历咗你拯救嘅爱。神啊，求你喺我哋每一个生命里边，能够喺困难喺无奈的时候，我们深信你每一天的拖大，我们深信你每一天的供应是足够。神啊，我们也都是感谢你，求你让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是你所渴想，我们就好像耶稣一样，是你蒙爱的儿女。我哋嘅生活係活出好似你嘅模樣，我哋所遇到嘅人，佢哋都能夠體會到、領會到神喺我哋生命裏邊嘅恩典同埋福樂。神啊，我哋都為到我哋嘅親友嚟到祈求，我哋知道當中我哋有親友係病危。里边系喺度寻索紧一条嘅生路，神啊，求你为到佢哋嘅病，我哋为着佢哋嘅需要嚟到祈求你。但系我哋唔单止系祈求你能够系帮助医治佢哋，我哋更加能够祈求你喺佢哋生命里边嚟到让他们明白认识你有一个永远的救主，就好像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着一个永远的盼望，就是与你一起来到度过我们每一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日来到带领着我们，也在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亦都係可以同你喺埋一齊，永遠嘅同你享受喺你面前嗰種嘅喜樂。呢個就係我哋嘅盼望，呢個就係我哋能夠每一日有感恩喜樂嘅心嘅原因。神啊，我哋亦都為著教會弟兄姊妹嘅需要嚟到祈求。
我们生命里面实在有很多的需要，神啊，你是清楚了解，我们没办法是一一的来到关顾，我们没办法一一来到是去同帮他们，帮助他们。神啊，求你就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跟他们亲自的说话，你跟他们亲自的安慰，你的平安经常都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神，我们都祈求你给我们一个热切的心，一个热切是将这个这么好信息的心是去跟人分享。神，我们的确有不少的亲友，我们有不少的朋友是还是未认识你的。神，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怀，叫我们对于他们有更大的爱，对于他们有更大的关怀，好叫我们很自然的将你这个得救的福音，一个永远福乐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神啊，我们祈求你也都是每一日用你的说话来到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有一个追求你、渴想你的心，赐给我们每一日都是能够是去，不单止是礼拜日，而是每一日都 是有与你相交的时候。神，我们都祈求你是给教会是能够弟兄姊妹能够更加容易表达，互相鼓励、互相关心的爱。神，求你充充足足的藉住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主作王，帮我们能够表现出来。神，我们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想大家同繼續分享在羅馬書裏面十二章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今天會是由年頭到現在呢，其實今天是第三次同大家分享羅馬書這一篇這麼重要跟我們講的信息。這裡講給我們聽，其實羅馬書第十二章是講到一個愛的行動。他教訓我們首先的行動就是要去愛慕我們的神，要將自己的生命當作一個活祭獻給神，做神合神心意能夠全心全意的一個的行動。但是用了這個來開始之後，神特別的提醒我們，就是在九至二十一節裡面他告訴我們，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其实我们有一个从天已经先上来赐了给我们一个的品性，这个最大的品格呢，就是能够去爱，能够有一个爱的行动，不单只是心里面有一个的感觉，而且是有一个的表示。我们在未 去看这一段的经文之前呢，我想再次来到帮你读一读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至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苦咒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恩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们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是由第九节至到21节里面讲了两个的很重要的真理。一个呢，第九至十三节讲给我们听彼此相爱的真理。而今天我们会看的呢，就是14至21节，一个爱别人的真理。其实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呢，都很渴望的一样东西。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独生仔来的，他是家里面长大的时候呢，是他爸爸妈妈呢都是非常之的爱他。他一直长大读书，亦都结交了不少的朋友，但是后来他父母都相继的来到死去。这个人在他的性格里面有一个的转变，他因为父母死去的伤痛，他不够胆再去爱。咁当佢开始有呢个改变嘅时候咧，佢就发觉佢嘅朋友越嚟越少。佢一样系好似以前咁样嚟到翻工，好似以前咁嚟到做佢每一日嘅事，但系唔知点解，佢同佢以往有关系嘅朋友，好似越嚟越见唔到。有一日，他自己在夜晚在家的时候，很伤心，突然间很伤心。他就想，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人再爱我？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很普遍的问题，我相信是。为什么呢？我发觉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人去爱，我们很希望在我们生命里面在这里收集，好像收麦佬，能够收到多少就收多少的爱。神呢，是一个愿意将爱呢来到给我们每一个人。而当我们收到爱的时候呢，我发觉人最难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将爱来到施出给人。如果你问我最自私的是什么呢，我就发觉我最自私就是不能够是将我的爱是施出给人。我是很愿意收，但是我不愿意来到施出。而圣经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耶稣都这样说，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然他提醒我们一件事，他就说原来你能够施出爱呢，是更加有福。因为当你能够施出去的时候，施出去对人的爱的时候，你更加能够收回更加多的爱，你更加能够体会到当你施出的时候那种的喜乐。所以在罗马书第12章第9节至21节里面，很实际的讲了我们怎样 去彼此来到相爱。
而在十四節和廿一節裏面很實際的講給我們聽怎樣是去愛其他人，其實一點都不困難，是去明白明白這個的真理並不是那麼困難，困難就是要是去施出來，當我們明白了之後我們能夠活出來，所以活出愛比知道有愛更加重要，而神就是一個慷慨的來到首先將愛施出給我們的神，讓我們去明白，讓我們可以去學習。所以我想很快的有一個重溫一些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過的第十二章第九節至到第十三節裡面講到一個彼此相愛的真理。其實彼此相愛講其實有一個很深的道理，有好在這一段的經文裡面起碼講了有五個很重要彼此相愛的一個道理，我們今天很快的去重溫。第一，彼此相愛是怎樣的呢？我相信彼此相愛是一個棄惡從善的愛。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以一個行善的生活，去一個對於善是去追求的生命，這種的生命呢是鼓勵到其他人，這個亦都是你去愛其他人彼此相愛的一個表達的方法，就是將當你用一個生命親近善的生命來到鼓勵人的時候，其實你是幫緊他，你是愛緊他。相反，如果惡的思念在你心裏面的時候，你只會是損害到其他人，亦都會誘惑其他人同你一樣是有這樣的思念。第二個彼此相愛我們可以做的，他說就是一個謙卑推讓的愛。耶穌怎樣去愛人呢？我們跟隨耶穌的人，親隨主耶穌基督的人，亦都應該好像耶穌一樣那個心懷去對人。耶穌的心懷是怎樣？他就是他說我是心裡柔和謙卑，你要好像我一樣學我的樣式。謙卑是什麼呢？謙卑是為其他人設想，願自己作為次要做一些行動，是以擺了人在這個更加重要的地位。耶穌就是這樣來到對每一個人彼此相愛。第三個彼此相愛的溫習，就是我們用火熱的心來到服侍其他人的態度。因為這種火熱去服侍其他人呢，不會累，去殷勤，能夠不斷地去做的。其實這種愛呢，是出自我們愛耶穌而產生的動力。一個愛耶穌的人，很自然就會去服侍其他人，好像服侍主一樣。這個是在相信耶穌的人裏面一個很他們可以明白的真理，因為耶穌都是這樣說過。耶穌曾經做過一個的比喻，他說神將來怎樣去看我們，究竟有沒有愛他呢？究竟我們有沒有是去認真的愛神呢？他說神是看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有沒有服侍到在你們當中一個最微小的一個人。他說將來神有一個審判，他說我肚餓的時候你們給了我吃，
我口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在这里做客旅经过的时候你留住我在这里住，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着，我病了你看顾我，我在监里面的时候你来看我。这一班信耶稣的人，这一班正义的人，他们问耶稣，我们几时这样对待过你？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当你这样来到对待你们当中一个最微小的一个的时候，你就是做在我身上。我们殷勤服侍，其实就是服侍紧主。第三、第四，就是彼此相爱是怎样？彼此相爱是在患难里面仍然能够爱。当我在患难的时候，或者当你在患难的时候，仍然去爱是有一个的困难，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根本你就没有这个的心灵是继续是去爱，特别在困难里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有指望，个指望就是祂的恩惠是充足的，祂的保护是经常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的指望，这个的盼望来到彼此安慰劝勉大家，这个就是在患难里面仍然可以爱。更加能够做到的呢，就是能够彼此的代求，然后一同的同心的祷告。这个就是在患难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福气。第五个彼此相爱，就是能够乐意的来到分享。这里讲到圣徒缺乏的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其实帮补这个字呢，其实有一个伙伴或者去分派去分享的意思，即是我跟你一起，我有的我跟你一起分享的意思，这个就是帮补。不是说施舍，而是当我是当你是我的朋友伙伴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分享我所有。所以圣经都是这样讲，他说一有机会就要向众人来到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加是这样。如果我们爱人的话，我们更加要是去爱信徒家里面神家里面的人。所以这里讲款待，款待的意思是要追求关爱的人。在圣经的时代呢，那时很少的旅店，就算有呢都很贵，所以基督徒的家庭呢就会招待一些路过的信徒，他们有需要的人，无论是帮助有需要的信徒，或者款待这些从爱来的朋友，其实这些都是神教导我们这样做，是要以一个不是去虚伪，不是为着自己益处的心态，乐意的来到分享。所以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九至十三节告诉我们听重要，我们实际五个可以彼此相爱的真理。而当去到第十四至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相信还有更多好我们好即需要知道的一些的事。我发觉当我们越能够活出爱人的真理的时候呢，第二些人看到他就越更加能够明白
同埋接受我哋想同佢分享关于耶稣基督嘅福音。因为佢哋有一个好实际嘅样板，佢哋睇到爱系乜嘢嘅模样。有一个嘅宣教师叫做Gladys Elwood， 中文译咗叫做艾伟德。艾伟德呢一位嘅女宣教师咧，佢后来咧亦都成为中国嘅公民。佢爱中国到一个地步咧，去到成为当地嘅公民。佢系英国人，佢去咗中国嘅内地嚟到宣教。嗱，喺一个山区嘅地方咧，佢同一个宣教师设立咗一间叫做八福客栈。咁呢间客栈咧，就系用爱心嚟到服侍当时路过山区运货嘅劳工。当时呢啲山区咧系冇唯一可以从一度地方带货物去到另一个地方咧，要走过呢啲山区咧，系靠呢一啲嘅劳工嚟到做。嗰個嘅係非常之艱苦嘅一個嘅旅程，而佢哋就係設立咗呢一間嘅客棧咧，嚟做關心招待呢一啲嘅勞工啊。當時唔單止俾地方佢住，俾佢哋嘢佢哋食等同埋休息，但係最重要嘅就係佢哋有呢個機會同佢哋去分享耶穌嘅故事。希望他们能够因为这样的缘故接纳到这个福音的信息。因为他对人这种的爱呢，是很明显的看得到，连当地的政府呢都留意得到，其他人也都留意得到。所以当人遇到有孤儿的时候呢，他们就将他送到这个客栈里面。所以后来这个客栈呢都成為一個孤兒院。到日本嚟到侵華嘅時候咧，影響到佢哋呢一個地方。於是佢帶住100個嘅孤兒翻山越嶺。雖然佢喺路程裏邊受過傷，但係佢一直堅持嘅，帶佢嗰啲孤兒去到一個安全嘅地方。在那里他经历过神的供应，在这个这么危险的路里面，他看到神怎样将他们带离开危险，不会受这些军人的攻击，怎样是去走过一些很难行的水路和山路，看到神的恩典。但是人更加看到爱，神的爱就是在这里让人更加容易的去明白。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世人，去到一个地步，他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爱别人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真理。因为这个真理，因为我们去爱别人，人哋就能够明白神嘅爱。所以第一样嘢系爱你嘅仇敌。呢度讲圣经话俾我哋听，逼迫你嘅、你们嘅，你哋要为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耶稣同样都做过呢一个嘅，俾过我哋呢个命令。佢话你哋嘅仇敌要爱佢哋，点爱法啊？恨你哋嘅要待他好，咒诅你哋嘅要为佢祝福，凌辱你哋嘅要为佢祷告。嗱，呢个系主耶稣俾我哋嘅命令，同呢一个一模一样。怎样去祝福人呢？耶稣做了一个比喻，是较为难去接受、难去明白的一个比喻。他说你怎样去祝福人呢？怎样去爱你的仇敌？就好像有人打你这边的脸，
你咧就讓佢打埋另一邊嘅臉。有人係奪去你嘅外衣，你就連你裏邊嗰一件都由得佢攞去。凡係有人求你嘅話，你就俾佢啦。有人搶咗你嘅嘢嘅話，你唔好攞翻轉頭。耶穌咁樣教人係去愛仇敵，的確係超過當時嘅人能夠接受，亦都超過我哋而家能夠接受。凡係逼你嘅，為佢哋祝福嘅意思就係將佢哋當朋友咁嘅嚟對待。將敵人當朋友的這樣來對待。耶穌怎樣對待迫害他的人？很明顯的，他是被人誣告，被兵丁苦待，然後最後被釘上了在十字架上面。但在十字架上面，他竟然為迫害他的人來到祝福，他為著他們向神祈求，他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耶穌給我們看到，這個就是叫做為逼迫你的人祝福，為當他們是你的朋友一樣來到對待。所以耶穌都是這樣教我們的，他為著我們受過這些苦難，原來也是要留下一個的榜樣，叫我們能夠跟著他的步伐，跟著他的方法來到行。他沒有犯過罪，他口裡沒有有任何的詭詐，他被人罵也都沒有還口，他受害的時候他不去說一些威嚇人的說話，他只是將他自己交託給那個公義審判的主。這個在彼得前書裡面告訴我們，他形容耶穌基督對待迫害他的人是如何。這個講到一個很實際的應用，只要祝福不可咒詛。其實個應用咧就係你要有厚德，我唯一可以講就係你要有厚德，係嘛？好多時我哋講嘢咧係冇厚德。聖經咁形容，佢話一個今日唱讚美詩讚美神嘅人，轉個頭就去用同一個口嚟到咒人。應不應該的呢？就好像一個泉水裡面，可不可以又出一些甜的水，又出一些苦的水呢？你說，你看看樹，如果無花果樹，會不會生出一些檸檬呢？或者生出橄欖呢？葡萄樹會不會結無花果？不會，鹹水不可以變為甜水。同樣，我們的口不應該在這裡講話愛人、關心人，但是轉頭就是來到咒詛另一個人。神從來都不咒詛，他反而是用一個忍耐的心來到寬容我們每一個人。聖經告訴我們聽，神为什么这么久都未再回来？主耶稣为什么这么久都未去将这个世界完到完全的改变，带来一个永恒美好的世界呢？为什么这一个的应许这么久都未实现呢？一个原因就是神是去爱，因为爱的缘故，他用宽容我们每一个人，
他不愿意一个人来到沉沦，反而愿人人都去认识他悔改，他愿意万人来到得救，明白这个真理的福音。神这样来到宽容，来到敌对他的人，我们爱敌人亦都应该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爱人的重要的真理。第二个爱人重要的真理就是有一个同理心。这里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同喜乐的人同乐呢，当其他人得到福气欢喜快乐，而自己却是损失伤心，或者当其他人的成就和他的美满的处境显得自己生活里面所拥有的是沉闷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大的引诱是什么呢？就是生气自己，或者甚至乎生气那个人。但这个时候若果能够跟他一起来到开心，一起来到喜乐，这个就是真诚爱人的真理，就是这么简单。你要真诚的爱人的话，就在你最不想的时候，最不愿意的时候，就是可以因为他这样，你真诚的跟他一起开心，与哀哭的人同哭。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最能够体恤我们，最能够明白这一方面，他明白我们这一方面的软弱。所以一个至高至尊贵的神，他从天上面来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他没有特别的地位，没有佳美的形容貌，他甚至乎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就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经历里面人生里面的试探、诱惑、强暴、攻击，但是他在每一件事上面都没有犯到罪，没有只是为着自己设想，没有去忘记神差他来这个世界的心意。耶稣对人那个的伤痛、失望、艰难是最敏锐，所以我们可以信得过他能够体恤我们，来到帮助我们。他自己刚才都这么说，他被试探来到受苦，为的就是要搭救我们一个每一个遇到试探的人。这个就是同理心，而是我们爱别人要明白的真理。第三个爱别人的真理，就是抚就卑微人那种的爱。这里讲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彼此同心，简单啲嚟讲，就系学习认同，学习点样系去认同其他人。嘅意思就系要尊重其他人嘅意见。嗱，你未必系同意，但系你愿意系去尊重、去听，呢个就系认同。不是唱反调。他这里说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其实这两句说话都是非常之的相称。一个是说到你没有这个料，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就很高大，你以为你很本事。一个是说到你的确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骄傲到一个地步，你认为只是你才得，自以为聪明，这个非常之的伤情。但是在这个这两件事的相反呢，就是神说你真正的要去爱人的时候，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就需要来到抚就他。的意思就是你愿意思考他的意见，你愿意思考他的需要。抚就是一个动作，咁滞就好像将个身踎低身，来到表达一种的关切同埋关怀。当你是去同一个细蚊仔倾偈嘅时候，我哋大个人咧都识得一样嘢，就系踎低身，踎低身同佢倾偈。嗰种对于佢嚟讲系一个非常之亲切，能够睇得清楚，同你认识你嘅一个表示。我记得有一次耶稣我系受嘅我哋福音团队咧，要话我哋要将福音咧带去俾一啲嘅露宿者。去到他们的露宿的 一班人露宿的地方，我可以很诚实告诉你，我没有去做，因为我很害怕，因为我很怕。但是有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去做，他们愿意走到这一班的露宿者的当中，非常之污糟，氣味當然是會有，亦都有一個危險性，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的心理是怎樣。但是 我相信他們的心思就是好像調教到好像耶穌基督一樣。當他們的心思調教到好像耶穌基督一樣的時候，這樣做法再不是一個很做不到的事，是能够做得到的一件的事。同样神就是这样一个苦咒卑微人的神。圣经诗篇这样说，他说哪个像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其实在质问着你们个个信其他神的人，有哪个好像耶和华一样。虽然这个世界只是一个神，但其实没有人好像我们的神一样，他坐在高至高之处，但是自己竟然谦卑来到观看地上一切的事，他在人灰尘里面，他来到抬高这个卑微的人，他从在一个你可以说污糟邋遢的地方来到提拔一些穷困的人。耶稣更加是这样，当神和人的距离非常之远的时候，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靠着祂的牺牲，圣经说我们因为祂的缘故可以和祂亲近，可以和神亲近。耶稣将这个隔膜的墙来到拆毁，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到废掉冤仇，即是说人和神之间的冤仇，他一次过用他的牺牲来到拆毁这种的冤仇。人和人之间的冤仇都因为他的牺牲、他的改变、他的爱、他的饶恕而被拆毁。所以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很奇妙，对于我们有福乐的一件事。他来是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既然神首先来到苦咒卑微的人，同样当我们说要去爱人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来到思想神的榜样，神为我们走了这一条爱人的方向。第四和第五其实都是最困难，所以呢个篇幅是特别的长。刚才那些一节就讲完，但是这里用了两节来到讲尽力与人和睦，用了三节跟着讲我们不报复他人。原来这两件的事都是最困难的一件事。不以恶报恶，就是很多时候人会认为当人哋用恶嚟到对待你嘅时候，用恶系去回应系一件合理嘅事。你大力打我咩？我更加大力嘅还手，呢一个系合理嘅事。但系喺圣经里边提醒我哋，呢个唔系爱人嘅表示，唔系尽力与人和睦嘅方法。尽力与人和睦是不会用恶，反而用善来到对待。这里说你要留心去做，留心的意思就是你要预先是去想一想，你要预先想一想，当你遇到这些的凶恶，在你回应之前，你要留心去想一想，你所讲的或者你行动上面的回应会不会带来人所带来这个和睦共处的结局呢？你所做的是不是合乎人，在人的眼中是不是合乎合宜和良善的呢？其实最终的目标就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与人和睦共处。跟人说话有一种的艺术，那个艺术是能够带来与人和睦的。这个就是不去说一些毁谤，不去增敬，在凡事上与众人显温柔。 在箴言书更加提醒我们，他说回答柔和的能够使怒气消退，言语暴戾的触动怒气。可以看到呢，原来与人和睦是需要我们自己尽力是去做，在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根本的改变的态度。人以为合理的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用恶来到报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而更加当你被受害，被人得罪的时候，你不要去报复他人。所以用了三节来到讲这个这么艰难的问题。他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人与人之间相处，在人际关系里面往往会出现强者欺负弱者，奸恶的抢夺正直的，无良的压榨无防备的，无理的来到抢夺有理的。若果你是受害人，我相信你要学习就是要认定神是正直、公义、有权能审判和惩罚的。神替我们施这个报应是最适合，
最能够安慰我哋嘅心灵。若果我哋自己用唔合法嘅方式替自己嚟到报复，呢、这个就系叫做以恶报恶。呢、这个唔系一个智慧明辨嘅行动。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呢，很着重公道，这个文化很着重公道，特别是个人的权利。要实践有理不去申，有冤不去报，这个是吞不下气的委屈，是吗？吞不下气。要做到宁可让步，听凭主的义路替我们申冤，是的确非常之的艰难。我们怎样为决定为不为自己申冤呢？其实这个命令的争议在哪里？其实申冤这个事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守护自己的权益，另一个就是为自己来到报仇。我相信这里是告诉我们，你不要看重，不要为自己报仇申冤这个的命令。其实你的这个命令的争议就是说，你怎样能够在你的回应里面表达到你愿意爱你的敌人。我相信若果循住合法的途径是去申诉得回公道，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去恨恶你那个的对头人，有人诬告你，你在这个过程里面用合法的途径申诉得公道，我相信一样是做到这个命令的精神。求主给圣灵给我们能够有智慧，在每一件事上做一个的选择。所以保罗在也都用了箴言书来到讲，不要为自己报仇那个的道理。他用了箴言书第25章第21节这样告诉我们，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们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意思就是说，当你仇敌有需要的时候，你反而是去帮助他，这个就是以善报恶，以善是去回应恶。将最难明白的就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什么为之将炭火堆在头上面的呢？意思就是，原来这个是一个习俗来的，是在古代埃及人一个道歉的方法。当他要当众表达他的悔意的时候，他会将一些烧着的炭火的盘放在他的头上面，对着那个对头人来到抱歉。这些烧着的炭火就代表着他心里面那种的伤痛、羞耻和罪疚感。同样圣经用着这个的比喻来到话给我们听，用恩慈的对待我们的敌人，就好像希望藉着你的恩慈来到叫他产生一个内疚，而对他产生一个改变，将你的敌人变成一个的朋友。今天其实都是很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个爱人的道理，爱别人的真理。这个是圣经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我很相信呢，是当我们能够真的照住来到这样做的时候，你越是能够施出，神是越是能够叫你经历更多的爱。神亦都藉着这样
来到巩固我们的教会，也都藉着这样让人能够明白看得到神是的确一个真正美善慈爱怜悯的神。我们一起祈祷。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 去小心地来到看你对于我们的吩咐和命令，这个是一个很实际很重要的吩咐。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只是收集爱，而是愿意将爱来到施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主餐来到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我们今天都是一起来到纪念主耶稣基督。我想试试，如果有人未有这个 你是信了耶稣基督，你承认他是你的救主，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到纪念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未有这个的圣餐的物品的时候，我可以试试可以给你。好，每一个人都有。神将他的儿子赐了给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靠着他，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但是耶稣能够这样做，是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他希望藉着这样来到让我们明白神的爱，神的救恩。所以他提醒我们经常要这样做，来到纪念他，纪念他的恩典，纪念我们和他一个新的关系。在我们每一次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来到在神面前来到审查自己。我希望也都藉着这个时候，大家能够有一个安静的时候，你都感谢神，去审查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同样的忠诚的来到爱他。我们在心里面你向神祷告，向神来到祈求。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你首先让我们认识到你，所以每一次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感受得到你爱的牺牲。求你让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到回应。奉主名求，阿门。在耶稣被卖那一天，他拿起这个的饼，他提醒每一个的信徒，他祝谢了之后，然后擘开，他跟门徒说，这个的饼是代表着我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为着你们完全的舍去，因为他被擘开，他要放低他的生命，我们才可以得着生命。 他说我们每一次这样做的时候都要回想到他，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所作的牺牲。我们一起用这个饼来到纪念主。跟着呢，他亦都跟他们分享一个杯，他举起这个杯，他就说
这个杯是我和你们立约的所流的血，里面所装的葡萄汁，里面所装的酒，就好像血一样来到纪念证明他为我们流下他的血，叫我们得着罪，得到完全的赦免。我们一起这样来到做，来到纪念神在我们心里面的所流的宝血。我一起祈祷。神，你的工作是很奇妙，你的救恩一次过的完成，你在十字架里面一次过的来到为我们牺牲献上，叫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这个确据是打不掉，这个确据是无论我们的境况是怎样，你都坚持的一样是爱我们，愿意是赦免我们。神，我们唯有祈求你叫我们的信是永远的对准着你，我们所做的都是要让你来到喜悦。神，求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再一次代表教会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崇拜。我们有几个的宣布的事项的。第一个就是今天崇拜结束了之后呢，12:30开始至到大约2:30，我们会在副堂是有这个粤语堂的这个的聚餐分享，是敬请各位参加。我们会是收这个一些食餐的费用，但是到时候不会有这个上网是这个的传递的。那么就2022年奉献的收据是已经预备好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呢，请你遵循着这个 email 联络 Jenny， 她就会是寄给你。然后呢，第三样就是圣言十部的查经第二个阶段呢就已经是开始了，在2月的就会研读这个约拿书，就是有4日不同的日子，你是可以在网上也都是看到怎样报名的，或者是去问明捞，或者是Godwin 执事，这个是用普通话来做这个 study 的。好了，我们是要崇拜完结的时候，请各位一同起立，让我们一同唱赞美诗。站立，我一起接受神给我们的福气。神，我们祈求你的福气永远的每一日充充足足的给我们，叫我们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祈求主耶稣的恩典足够我们每一日生命里面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也都感谢你圣灵一直用你的话语来到教导，求你将你用爱
藉着圣灵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相连相关的关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